南投县五慈乡是出产凤茶，为了友好地提升凤茶的品质，五慈乡农会当初前编列的470万元的经费，还够争取农会补助220万元，买了一台日本进口的茶米洗洗机。经过地间施肥的同意，在本地农会五常分铺，希望打破专业机器的期限，来解决农村人力不拉、还够人工太贵的问题。用机器提前过后，初步同分厂分组三百单机。这部日本进口的专用机器，总经费要680万。农会的天中同五常分铺，主要量只系封茶的泰山区。经过李刚师傅做出建议，两卖收费标准系1斤40克，农民吃到一四袋。来了大米的本地泰家托个茶机，头摆托茶机已经是几百元，俩托茶机已经就差不多40万元就做得嘞。五常算咱的地区，这是算较集中。所以咱红茶产业较集中伫五城啦、吼新城啊，这部分啊，咱再会来甲咱的这个红茶筛选机设置咱的五城分布。目前向农会讲，我们人工托茶米收割发芽的一点钟差不多一斤呢。另外，这台机器一点钟才托60斤，没看没想到，目前向客家乡对立四种本市每一种红茶，今年唯有这台机器，可惜西部因此风采品质更加好。因为遐现在全部个托个茶机个供养，一排个无人来托啊吼，啊以为遐个机器后半年遐个农民哦，要较省工、省省力，啊要较省钱。啊，咱嘛希望讲借着这台机械，会用让咱个地米个品质有明显的提升以外，嘛用降低着咱在地咱只地农吼，直接工课上个负担。五慈乡农会讲，近期买了台茶米洗洗机，主要是还要服务农民，所以看无做茶时节，一礼拜开放营业。但是茶米比赛进前需求量较高，自我开放过较多时间，尽量不农民用得到。客家节目李凤琪南投报道。